欢迎大家来到我这个频道，我叫银币小川。很多时候我们收藏银币就好像活作在梦境之中，但梦境始终都是要醒的，不要揽住啲假币。嗱，这个就是百年银元。我们看看这个币，今集的主题是广东寿字一两。这只币上面写着四个字广东省造，下面写着五个字富平重一两，上四下五加埋九，我哋就讲为九五至尊。这个是我的币。看完这条片，看看有没有功力可以分辨到是真假啦。这个是慈禧太后，我哋今日不是主要讲佢历史，主要讲是佢的衣着。你会见到佢平时穿的衫咧，就有个寿字的 pattern。慈禧太后是未称过帝的，就不是好像武则天咁做个皇帝嘅。加上封建社会要俾一个女人去出一个币咧，就会比较麻烦。咁坊间嘅说咧，就话有啲银币嘅厂咧，就同佢生产一啲币去拍佢马屁。我哋去 SBP 网站 search 富平重一两睇下，嗱呢个币值12万美金。我哋 click 入去睇一睇先，望一望，比较一下同你个币有啲咩分别。佢其实有两个版本，我之后再讲下。再望一望，睇下另外一边嗰啲字同你相唔相似。嗱，呢个币咧就俾人清洁过嘅，佢可能咧之前淋色，乱咁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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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擦到呢啲鬼咁地方乌哩马擦嘥鬼晒。咁入咗盒添嘅，咁你会见到 PCGS 佢个 number， 然后你又上呢个 PCGS Asia，或者佢哋嘅网站 search 啦，打佢个 number， 然后就睇到佢啲资料噶啦。至于 PCGS 呢个网站点用，你可以睇翻我之前嘅片。啊，呢个币咧叫 KF932 啊，冇啲特别嘅。PCGS 有之前的拍卖的资料，它在2021年12月2号就曾经拍卖过12万美金。我们看一看它的资料先。那click click下去 ,view all image, 那看一下它的大特写，你可以比较一下和你的币像不像。那看一看，其实你斋看个龙呢，其实你会比较都难的。你可以着眼某一啲 pattern， 譬如啲云啊，望一望佢嗰个凹凸嘅情况啊，咁你就会比较快啦。如果你成个币就咁望一望咧，佢个样其实都好似你个币嘅当中，所以就集中一啲望一啲某一啲 pattern， 你就好快分辨到。嗱，呢个币嘅重点咧系喺佢嗰个蝙蝠嗰度，蝙蝠系其中一个重点嚟。我哋再睇睇另一隻 MS6.3 級數，我哋大特寫，用個放大鏡睇一睇。如果你嚴正係睇個蝙蝠唔夠咧，你可以跟住呢個 video 慢慢慢慢暫停暫停咁樣比較一下你個幣同佢有啲咩分別啊？啲龍爪啊，啲雲啊，嗱，尤其是呢啲咁嘅位咧，翻版嘅幣咧。就会求其撩两下咁就算噶啦，真系顶嘅唔顺。但系你望一望，你因为你唔识嘅话咧，望一望，啊又似喎咁嘅。其实你细心啲，如果你比较一下 PCGS 啊或者 NGC 嘅网站，比较一下佢嘅真样咧，或者系应受咗嘅样，又未必一定真嘅。其实我都觉得有可能佢哋都搞错咗，又或者某啲原因搞错咗，都唔出奇。所以就。你可以比較一下，當然他們那個認受性很高的，他的網站呢也寫得非常之好，你比較一下那些中文字和你的幣有沒有什麼相似的地方，留意一下筆畫、大小、滿文、剛才那些滿文、慢慢睇下啲字，睇同你個一唔一樣，啲筆畫啊、粗幼啊，見到幼咧就好嘢嚟。
之前都讲过多次噶啦。蝙蝠，嗱呢个蝙蝠一定要留意啊，同你个币有睇下相唔相似。嗱，蝙蝠真系要望真啲，啲翻版币咧都好多都好求其嘅。嗱，你会见到头先嗰个币512633 no date， 点解 no date 咧？因为呢只币咧根本咧就鉴定唔到究竟佢系咩年份嘅。坊间有几种讲法，第一就是1894年，第二就1904同埋1905年，即是说呢个纪念币去纪念慈禧太后60大寿同埋70大寿，因为佢又唔知道边一年先啱我，咁唔好理佢啦。最紧要咧就系辨认到系咪真嘅币。嗱，你见到咧佢嗰个蝙蝠咧，第二个版本嚟噶呢个，这个蝙蝠嗱呢个光字啊。个圆字啲尾啊，冇咁尖噶。个蝙蝠咧，你会见到系空心。另外嘅蝙蝠咧，就有 pattern 喺度嘅。两个版本就摆晒喺度噶啦。咁睇下你系属于边只版本。我自己就中意有 pattern 嗰个蝙蝠多啲嘅。原来呢一个币咧系有半两嘅，即系0.5两，半两。咁我哋 click 落去睇睇，喺2014年曾经拍卖过嘅億造币，富平重半两，你会见到咧佢嗰个蝙蝠啊，都系好唔同嘅，又另一个 pattern 嚟嘅，同埋佢啲龙啊、啲云啊，我自己觉得冇咁靓。咁但系都认定为億造币系入咗盒添，你会见到佢哋有分数嘅，但系成轩网站咧，佢可能早期咧就冇打埋嗰啲盒嗰啲资料，咁我就俾唔到俾你睇。嗱，呢个就系我只币啦。After 睇完之前我币嘅介绍。你而家嘅功力系咪一眼可以见到呢一个币嘅真假嘅咧？你望一望嗰只蝙蝠啲鞭齿，嗱，见到呢啲鞭齿咧，又系唔系好开胃嘅。再慢慢望落去，望下佢另外一边，嗱，之前教大家睇嘅系个蝙蝠，你睇个蝙蝠同我哋之前嗰啲完全都唔同嘅。再睇下佢。个币个寿字下面嗰啲云，即系求其喺啲边嗰度撩两撩就 OK 嘅。我唔使拍埋个真币幅相喺隔篱，你哋都可以分辨得到。习惯一下，如果冇相嘅情况底下，你会有咩决定呢？都系一个唔错嘅训练嚟嘅。呢个币曾经俾过好多人梦想噶，哇！原来我有个咁稀有嘅币噶喎。咁而家你睇完呢条片，再比较一下，会唔会有新嘅想法呢？你睇完呢条片，应该功力可以增长到。中意呢条片就俾 like 啦，多谢收睇，拜拜。